快手的家人们啊，今天呢用一个两指钓弯钩4米5的网给老铁们做一个剪网动作。一开始呢圈稍微小一点，手捏的位置要和自己的身高差不多。今天晚上呢咱们在这个场地啊现场教老铁们怎么撒网。喜欢撒网呢可以进直播间，今天晚上咱们一起交流撒网。离地30公分，并拍拿起两个兜放到左手，用大拇指的位置给它捏住。捏住以后呢开始剪，剪的时候呢也是离地30公分，呈45度倾斜角往上走，看到没有？剪到最后啊，剩下1到2个兜的时候，离地20公分，勾起一个兜，放在左手内侧给它捏住。捏住以后啊，劈网的时候，老铁们看着啊，离着离开地面，手腕一翻，一定要把这个网坠啊剪得全部裸露在外边，看到没有？咱们这个坠子全部是裸露在外边了，呈45度倾斜角了啊。撒的时候啊，看着啊。两脚站稳啊，向后一撤，轻轻一摆，看到没有？两指钓弯钩4米5的网，喜欢的老铁啊，给个双击，给个关注，进来看直播。